Hello，Hello，喂，Hello，趙博士，系啊，系 Rainy，系，系你好啊，系啦，啊，睇睇先，啊，都系延续翻上星期讲到嗰煲汤嗰度，然后我哋深入讲下点样自己做呢个煲汤料当中，例如干货呢个扇贝啦，同埋虾系咪？冇错啦，虾米啊，啊，江瑶柱啊。呢樣嘢啦，咁啊點可以自己做？咁、okay. 除咗咁咧，亦都今個禮拜係好震撼嘅，因為今個禮拜就係會有個大訪問，問我嚟緊機械人同埋呢個 AI 咧會點樣？你知道我呢個節目都叫做大數據啦，究竟會有冇危機對我哋人口啊？咁會點樣？咁所以呢個就係星期三聽晚訪問嘅。咁就係訪問，跟住會播去香港啊，全世界嘅華人都會。O K， 咁呢個要唔要喺今日嘅節目裡面提一提啊？好啊，好啊，因為我還要大數據帶入去，咁就可以俾大家知道一下大數據嘅好處，但亦都有佢個壞處咯，係咪？得、啊，好，收到。好，咁麻煩你準備一下，我哋好快開始。好啊，好啊。嗯。年一月一號開始，為提更清晰嘅立體聲網絡廣播體驗。驾驭听觉，精彩每分。交通灯号，转换城市节奏。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2月20号星期二，大年初十一。系啊，正如话古语有云啊，我哋未过十五咧都系年。Rainy 仲系要喺度咧，祝我哋所有健康大数据嘅听众朋友身体健康，笑口常开，龙马精神。系啦，我哋今日有幸邀请到嘅我哋嘅嘉宾主持，依然系我哋听众朋友好熟悉嘅赵博士 Gordon Chiu。Hello, Rainy。系啦，咁我哋今日咧会延续翻上一次节目里面啊，我哋仲未同赵博士探讨完嘅相关于一啲汤料嘅。健康大數據嘅，咁啊相關嘅湯料包括有呢個乾嘅瑤柱啦，同埋乾蝦啦，而即係我哋廣東人成日煲湯用嘅嗰種叫蝦米啊，咁啊同時咧，趙博士亦都會喺聽晚咧會有一個好大型嘅訪問嘅，咁就同呢個 AI 相關嘅，咁啊麻煩我哋趙博士同我哋聽眾朋友介紹一下好嘛？趙博士你好。Randy 你好啊，咁所以仲係十一號，所以始終都仲係年啦，你都咁講啊。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係 ABC， 點解我會咧同大家成日講話喺美國決定喺美國長大就唔係我決定噶啦，係我父母決定咗過嚟六幾年，我爸爸已經過嚟美國噶啦。咁啊，我成日咧以前細個見到佢咧。就係同我媽媽去唐人街度租啲帶啊！以前仲有得租帶啦，租兩個禮拜有一個價錢，租一個禮拜一個價錢。但係我哋出親車咧都要揸出去九個字嘅，但係佢哋會揸出去，跟住塞埋車咧就可能係兩粒鐘嘅都會揸出去。咁然後咧就係兩個禮拜買啲帶翻嚟咧就要睇曬佢，跟住然之後要還帶又要再租過呢、這個循環咧就由我五六歲。一路嗰十年有多咧，見到佢哋成日都咁做，直至到有一日唔使再租帶啦，係咪？咁啊變咗但係呢個動作，這個咁嘅做法咧，我睇到哇，這個緊要咯，這個係嗰啲即係呢啲叫做 weekend activity 一定做嘅，個個禮拜都會咁做喎。咁啊，除咗我咧，
我家人咧，仲有好多其他家人都會做呢樣嘢嘅喎。咁你諗下，如果我諗起煲湯咧，煲湯就差唔多係呢種咁嘅例子嘅，你明唔明啊 ，Rainy？ 即係係嗰煲湯好緊要嘅。喂，特別我哋廣東人咧，點解我上個禮拜，尤其是我哋廣東人嚟講，係啊，冇錯。哇！一齊一家人飲嗰碗湯咧，西洋菜湯加我話烏雞咧，我唔單止同你講。我最後嗰集同阿何亨咧，都係講呢只烏雞咧。當你飲西洋菜裏邊咧，見到唔係豬骨咧，係誒豬排骨，係烏雞咧，你會覺得哇，呢啲湯咁特別嘅，個料咁特別。當然食到嚿鴨腎咧，鴨腎有好多蛋白質，佢個蛋白質唔同雞腎，佢係你會覺得哇，呢個人煲湯。啊！真係好講究，當你睇到啲渣有紅棗啊、蜜棗啊、西洋菜啊、鴨腎啊，跟住你就見到一樣嘢就係江瑤柱。江瑤柱咧嗰、那個 umami， 即係我哋話提升嗰啲鮮味喺個湯度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其中一個問題，我哋大多數新年流流都唔講問題啊，唔講啲負面嘅嘢，淨係講話。如果我哋想提升啲江瑤柱同啲蝦米咧，就要避免啲農藥啊嘛。咁屋企咧就係、是、最緊要就係屋企個 CEO 喺個廚房個 CEO， 哇！你煮嗰啲嘢咧，嗰煲湯嗰啲湯料就睇得出你有幾深厚啦。哇！如果啲湯食到自己啲食到啲杞子啊啊，哇！發覺用喜馬拉雅山鹽嚟醃嗰啲啊～嗰啲江瑤柱咧，咁就緊要啦。咁江瑤柱可以點做咧？咁我就同你啊慢慢傾下呢個江瑤柱同蝦米咧。其實咧都係煮熟佢嘅啫，買啲料，買啲靚嘅料煮熟佢。咁煮熟佢嗰下之後，就基本上係整乾佢咧。咁今時今日有好多種方法整乾佢，其中一啲咧叫 dehydrator 咧，可以抽乾佢嘅。咁咧你可以落少少鹽嚟洗佢啦。咁然後同一時間咧，即係可以揀啲靚啲嘅帶子翻嚟喎。靚啲嘅帶子邊度嚟咧？艾拉斯加有啲好靚嘅帶子。如果想去到咁樣，如果係自己去買，又可以買啲靚嘅帶子，蠔都可以買㗎，都可以買啲大隻啲嘅蠔啊，親自揀，可以去到嗰個境界。咁我哋就話提高境界咧，就係、是、當你啲料咧夠深厚，即係我話西洋菜湯有新鮮紅蘿蔔，仲有。防風草咁啊！呢個咧，哇，即係好講究哇！咩嚟嘅咧？食到嗰個每一樣嘢食落去都有佢個唔同嘅口感咧。就係當你分開佢嚟，即係炒碟餸啊、牛肉同埋涼瓜分開嚟煮嘅，咁啊真係之後先撈翻埋一齊，係個口感唔同。哇！點解煮落去唔同咧？如果你自己親自整乾瑤柱咧，乾瑤柱咧係嗰個 quality 係提升咗嘅。通常可以擺幾耐咧？如果擺落冰櫃咧，就可以擺成六個月嘅。雪櫃就一個月，你當係1:6咧，嗰個諗法就差唔多啦。中意安全啲嘅就1:5啦。咁咧就一個月雪櫃，就5個月啊冰櫃，唔使落防腐劑，只係要落乜嘢咧？就係要有啲靚嘅酒啊！你可以普通啲用 vodka 都得，但係如果靚啲嘅酒啊，威士忌啊、白蘭地啊嗰啲咧。就對落去咧，第一係消毒啦，另外咧就係調味道啦。咁如果講到江瑤柱咧，當你落咗鹽啊，同埋個糖分咧，可以用蜜糖落去都得嘅，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特別今時今日，你有嗰啲風乾個機咧，風乾咧係用叫 dehydrator 咧，你煮熟咗啲蝦同埋煮熟咗啲江瑤柱，蝦就可以之後搣殼或者之前搣殼啦。咁你煮熟咗佢之後咧，嗱、啊、去曬嗰啲蝦腸啊嗰剩咧，你啲蝦粉紅色咧，你就得噶啦。但係未煮之前啊，嗰啲江瑤柱未煮佢時候咪就係貝殼啦。未煮佢之前咧，你就落啲蜜糖，落啲鹽落去。嗱、啊、鹽可以點提升咧？就係、是、洗佢時候用粗鹽，但係當你咧去煮佢時候咧。就用啲咧喜馬拉雅山鹽，咁就好化算啦。咁你當你用啲喜馬拉雅山鹽嚟整佢咧，因為佢有唔同嘅礦物，粉紅色嘅喜馬拉雅山鹽咧，就會調到
嗰啲江魚柱嘅味帶佢出嚟更加多，帶啲蝦米嘅味道特別多啊，好多，同埋用蜜糖咧，即係你用蜜糖咧，嗰個感覺咧，對嗰啲蝦米咧就好過用普通白糖。如果你想中間攞個位咧，有啲人咧就落少少個 molasses 落去，黑糖啊，落少少落裏邊咧，加啲蜜糖或者少少黑糖加啲黃糖。嚟做嗰個感覺咧，就有少少 golden colour， 金色嘅蝦，金色嘅帶個江瑤柱咧。咁人哋擺落個風乾機，當佢熟咗啦，你見到佢帶子變白色，蝦變粉紅色嘅，咁你就得噶啦。咁就可以擺落去咧，落嗰個風乾機裏面咧，風乾佢。咁你風乾咗佢之後啦，大概一百度啊，一百度到啦。有啲人就中意低少少嘅，又得，即係80度啊咁樣。咁啊風乾佢咧，咁你就得到嗰啲蝦米同埋江瑤柱啦。咁呢個就係當你擺落啲湯裏面自己製造嘅咧，個鮮味唔同。咁你揀個 source 邊一隻蝦，譬如話阿拉斯加嗰只 pink shrimp 又係好正嘅。你中意揀啲唔同嘅，又得，呢個就係自己提升個 quality 喺個湯裏邊，特別喺乜嘢地方咧？嗱，我哋今日臨講 AI 嗰樣嘢咧，我就講話 AI 可以幫我哋睇到對咩人嘅身體健康緊要，係所有人，但係特別對啲移咗民嗰啲咧，去咗第二笪地方啦，去咗譬如英國啊、美國啊、美國好多唔同嘅地方，南美洲啊。你就可以自己 control 翻自己嘅蝦米同埋啲江魚柱，食翻啲咁嘢，無論擺落啲乜嘢料度，譬如啲蝦米蒸水蛋加自己啲新鮮蝦米，已經爭好遠噶啦。咁呢個就 control 到嗰個料啊，嗰啲 ingredient 啊，個 quality 提升啦，大家都開心啲，就會同我成日健康啲。嗯，好，唔該曬趙博士啊。咁啊，第一節裡面咧，同我哋分享咗我哋嘅干瑶柱啊，一啲制作方式，同埋咧啊喺煲汤料里面咧，干瑶柱可以担当一个点样嘅营养成分啊 ？OK， 唔该晒赵博士，我哋稍事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咧，应该赵博士仲会同我哋讲关于呢个虾米啊，点样融入我哋煲靓汤里面，等佢变成对我哋身体好有益嘅营养。OK， 稍事休息一阵，广告之后见。怡康医疗中心 Asian Network 服务湾区超过30年，由医生、护士等专业人士组成的医疗团队，专为长者及行动不便的人士提供上门医疗服务。他们精通国粤语，怡康有提供安宁服务，为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全面协助。怡康接受多种医疗保险，选择怡康，快乐安康。查询电话510-268-1118 510-268-1118。送大礼，黎智峰全信开线就送 Motorola 最新智能手机，6.5寸超大屏幕，内存容量128G， 仲可以用99蚊超低价买 iPhone 十二。你冇听错，唔使合约 ，iPhone 十二只系99蚊。计划包括无限5G 高速上网，可以漫游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所有月费已经包括税金，绝对冇杂费。千祈咪执输，快啲打嚟833-789-5678订购啦！欣喜报告，卓越牙科沈维信牙医再度荣获2023年优米钻石牙医大奖，成为全美最杰出的植牙医生，提供患者卓越保障与承诺。沈医生有20多年经验，每月进行100多次植牙手术，所有手术保证由沈医生亲自负责，并引进优米植牙机器人，提升手术准确度并减少疼痛。而家单颗植牙仅需2500蚊，卓越牙科喺圣班奴，电话650-589-8658-589-8658。欢度龙年元宵，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分会、星岛日报、星岛中文电台联合主办2024龙年元宵吉祥晚会，2月25号在南加州圣基比尔希尔顿酒店举行，同家人共度元宵佳节，幸运金龙抽奖、武术歌舞表演、美食盛宴，精彩无限。普通票每位158，每席1288，十人席。VIP 每位178，每席1688，十人席，座位有限，购票查询1800 Singtao。黄金赞助，民警假期。
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时间来到下午4:24，继续我们今天第二节的健康大数据。我们电话那边呢有听众朋友很熟悉的嘉宾主持趙博士的。是的，上一节节目里面呢，趙博士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干瑶柱的用来做煲汤料的一些制作方法、保存方法以及它的营养成分啦。咁跟住落嚟呢，趙博士是不是要跟我们介绍下相关的干虾或者虾米的用途呢？冇错，我们可以完成了这个干瑶柱先啦。但干瑶柱呢，我们用得咁辛苦整啲干瑶柱，由买新鲜的到煮熟它啊，咁然后而家风干咗佢，咁有呢个叫干瑶柱啦，由呢个带子变成干瑶柱。咁但是呢，嗰啲汁呢，我们煮嗰啲汁呢，少少蜜糖啊，少少嘅你中意用啲糖咧，係叫做嗰啲 cane sugar 啦，深色啲嗰種啦 ，brown sugar 啦，啡糖啦，你可以剩翻嗰啲水分咧，去加少少鷹粟粉落去，加少少咧。我上個禮拜同你講話，紅菜頭都可以擺落啲年糕度，整一啲天然嘅色素啦。你可以擺少少紅菜頭濃縮咗嘅汁上喺裏邊，或者有另外一啲嘢會帶少少啡色嘅咧，就係嗰只叫 molasses 黑糖，加少少落去咧，帶咗色素就避免咗豉油啦。咁你就調整嗰啲味道咧，即係可以擺少胡椒啊，擺少唔同嘅味道落去裏邊咧，就搞到佢最好就避免蠔油啦，因為你整緊一個汁醬出嚟咧，鷹粟粉會令佢結咗噶啦。如果之前咧有加啲薑落去裏邊咧，你嗰啲薑已經有啦。如果冇加薑，而家可以落薑嘅，咁啊就變成咗有一個嗰啲干瑶柱就一邊啦。但係有干瑶柱味道嘅汁醬咧，咪就喺嗰啲汁嗰度嚟嘅咯。咁而家你係倒落去個樽裏邊咧，個玻璃樽裏邊咧就可以擺落雪櫃，可以用十日倒嘅。咁咧就呢個就係一個。用得就冇嘥嘛，其實嗰啲汁醬嚟煮，即係由煮到佢變咗熟咗先做干瑶柱嗰啲汁醬咧，其實嗰個即係嗰啲水分咧，可以變成汁醬咧，係可以食米粉啊，其他嘢撈落去好有用嘅。咁帶到嗰個 concept 就係用得冇嘥咧，蝦米咧。可有咩用途咧？蝦米咧個用途就多啦，蝦米可以來炒飯啊。可以攞嚟咧，食粥啦，可以攞嚟蒸水蛋啦，仲有咩煲湯啦，仲有就係有啲米粉啊，啲面啊，有時加少少落去，好正嘅。喺嗰下裏邊咧，當你整咗蝦米，自己有一扎有一盎喺個雪櫃度啊，一盎喺雪櫃就擺一個月啦，喺冰櫃度擺一段時間又好好啦。咁有啲人就問我，佢話其實你咁多湯都會。嘗試教人哋加少蘋果膠，可唔可以喺啲蝦米度咧一樣咁樣做，同埋嗰啲干瑶柱一樣咁做啊？係可以嘅。個蘋果膠你當你大量做咗啦，做親就好多嘢搞嘅。咁但係咧，你做咗咧，你冰咗佢咧，你就可以擺幾粒冰咗嘅，即係嗰啲蘋果膠冰咧落去製造煮蝦米煮蝦嗰個過程，臨做蝦米咁就有蘋果膠帶入去啦，剩翻嗰啲。嗰啲水分可以攞嚟，即係你可以攞嚟整個米粉啊，整個米粉食啊咁樣。但係如果係咁啱整到干瑶柱嗰樣嘢咧，哇！嗰度咧就可以整一啲好似瑶柱嘅好似蠔油嘅 concept 咁，但係係用瑶柱嚟做出嚟嘅。咁呢個咧有埋蘋果膠裏邊，即係喺整緊自己嘅汁醬，你就可以加好多好正好正嘅，我話蜜糖啊。蘋果膠啊，加落去啦！你嗰個豐富嗰樣嘢，就係一倒出嚟食落個味道啊，你會覺得又對身體健康好，個味道又好豐富，因為你出邊買唔到一個一盎嘅一樽嘅，好似叫做話用貝殼做，但係咧裏邊咧
裏面有蘋果膠，你不會跟你這樣整的，因為太複雜太豐富了，但是你自己可以做到。那這個呢對於人生裏面呢那個叫做覺得很安定很舒服很有份量呢，其實現在就可以帶入去這個 AI 世界，就會其實會令到我們呢很多東西可以變得更好，有些東西會變得壞，大概是 20% 會好過以前，有八成機會呢就可能有人打你的電話想拿你的聲音，跟住然後拿你的聲音就打去銀行裡啊，拿了你戶口那些，有八成的這個這麼得人驚的世界就是明晚的訪問，跟住禮拜未出街了，那就講話其實我進修了 AI 再加自然療法見到些什麼呢，那就可以現在可以跟大家講了啊，你們 ready 沒有？Rainy 你 ready 沒有？我就 ready 啦，不過你要等我反應一下下。好啊，我想我亦都係待緊聽眾朋友問緊嘅。嗯，即係我哋將 AI 同埋你正話所講嘅我哋嘅一啲健康嘅食材，做相關嘅連接，定還是同我哋其他日常，即係依家為止我哋每一日都會做嘅一啲日常嘅，例如去銀行啊，講電話啊。玩遊戲啊，或者是在網絡上面瀏覽一些資訊啊，跟這兩樣息息相關的東西，就是 AI 和生活，我們做了一個 link 之後，有趙博士來幫我們分析究竟 AI 會給我們未來的生活帶來怎樣的利和弊，是不是？沒錯了，咁如果係講食材咧，第二公聽下先。好，呢個要攞支筆，攞張紙記一記低先啊！我嗱喺食材啊，或者整一啲喺顧問整啲食用品或者係一啲健康嘅嘢咧，我就係攞咗個 AI 嚟咁樣做嘅。呢個係純粹係我自己有興趣，就係有啲嘢其實如果對我哋好嘅啊，咁啊不宜用啦。譬如如果我係用 AI 睇到啲蝦米或者嗰啲江瑤柱好多防腐劑，同埋唔知佢等咗幾耐，喺個過程裏邊咧，如果我拆走咗佢，究竟做唔做到？如果我再整一個 recipe 出嚟，好過食整咗出嚟之後好難食，跟住咧又要抌咗佢，或者要食曬佢啃曬佢嘅。如果借用 AI 嘅功能咧，就可以令到哇，我知道呢啲味道最後出咗嚟會點嘅。咁呢個係好得意嘅。這個是借用 AI 嘛，因為我們說這個世界將來有首先有機械人，有 AI 啦，但是你怎麼用那些 AI 就是你我剛才說的 20%、80% 那樣東西，很多人呢很簡單就會說哇 AI 可以拿來騙人，其中一個 AI 當然是可以拿來騙人，因為它厲害很多， AI 可以幫我做功課，如果是學生做功課可以寫成份文出嚟寫出嚟，不過另外嗰個學生又用翻個 AI 咧，就好似 ChatGPT 咁，點樣知佢出咗嚟嘅答案係一模一樣？你可以想像咧，如果諗女士就最好啦，就係女士咧，如果我買咗條裙，佢諗住去個波度去一齊去生日 party， 點樣知咧對方又係買同一條裙？大家去到嗰度咧，三個朋友都係著同一條裙，咁啊你諗下唔係咁好啊嘛？你想著啲唔同嘅嘢。AI 咧 ChatGPT 就俾唔到你嗰個 uniqueness， 因為個答案一樣咯，就會係咁咯，因為佢唔係人嚟噶嘛，佢唔識得咁樣。咁但係咧，佢好叻做一樣嘢。第一 ，AI 係唔會攰嘅。你問佢幾多次咧，佢都一樣係咁。你夜凌晨十二點問佢，同埋晏晝三點問佢，答案都一樣嘅。啊，呢個就係 AI 叻嗰樣嘢啦。但係唔叻嗰樣嘢就係個答案一樣咯。所以如果你想啲唔同個答案咧，你就冇依靠 AI 啦，所以就顯示到咧，將來咧 AI 個危險嗰樣嘢咧，就係話 AI 將來咧就譬如洗碗唔使揾人唔使啦，customer support 接電話唔使揾人接啦，因為你問嚟問去都係 yes 定 no，yes 定 no，no 定 yes， 就係次次都係咁，跟住 no 咧就咁，但係萬一你想唔得，我要 customer service， 我要同人講啊，咁 AI 就要揾個人咯，因為佢唔會同你可以溝通得曬，起碼而家暫時嚟緊呢五年嗰種 AI 咧就唔會咁啦。咁你話，咦？但係仲有啲嘢係比較日常嘅，但又唔係去到洗碗啊、customer service 咁樣，係乜嘢咧？就係揸貨車啦。將來咧 AI 會代替揸貨車，因為架車會自己揸自己，
而家你見到好多地方都開始有啦。到到我哋呢嚟緊呢十年啦，嗱十年咧就好多啲，譬如你睇 X 光片啊、揸貨車啊，甚至叫做 secure， 即係係睇住有冇賊入嚟嘅嗰啲，全部都會俾 AI 咧有八成度咧會代替咗嘅。呢、这個就叫 routine 啦，嗱，它初頭就 repetitive， 不停係 yes no no yes 咁樣，之後就 routine 啦，咁五同埋十年，咁第三樣嘅咧就十五年後啦，就會代替乜嘢咧？就會代替譬如你銀行收銀啊，好多其他嗰啲叫做要有少少變化嘅，但係咧但有好多 repetitive 同埋成日有差唔多樣嘢咧，譬如報告新聞啦，又可以咁啦。譬如教育咧又可以啦，教育咧你唔使有先生啦，醫生咧都唔使太多噶啦，因為醫生咧同埋牙醫呢啲咧都係可以用 AI 代替好多樣嘢，但係有咩代替唔到咧？就係 Rainy 你，因為咧你咧係咧喺嗰個訪問裏邊咧，你會問唔同嘅題目，你又要同一啲人咧，好似我咁樣，你又唔知我講乜嘢，咁要即刻反應喎，咁呢啲咧。就代替唔到，呢啲叫做 creative 啦。你無端白事，我問一啲唔同嘅嘢，你又唔知道問乜嘢，你要喺嗰下裏邊咧。所以 creativity 咧，創造能力嘅嘢有好高創造力，剪頭髮啊同人咧，呢啲都係好難去代替，因為你唔知嗰個人想剪乜嘢，咁嗰下裏邊就難啲。所以 artist 啊、歌手啊呢啲咧就難代替嘅。我都不知道自己揀了一份咁好的職業，原來是無可替代的。是啊，冇錯，係咪啊？係咪啊？因為我都不知道你會咁樣答，係咪？都定啲。係啊，好定啊！因為譬如你講經濟學，又係好難去代替，因為經濟學咧，第一佢成日都唔啱嘅，講俾你聽咧，呢樣嘢會發生，今年會有一個好年，點知唔好嘅，所以經濟學咧又係好難，好難成日一樣嘅嘢咧，就係、是、會就係會唔會被 AI 代替得咁快？咁但係我哋人類咧，當我哋去到機械人的時候咧，我哋就會譬如剪草啊咁樣，你會話啊嗰、那個人剪草成日都唔係好剪得太好啊，咁所以你會發覺嚇係、啊、會有一日咧就俾呢個機械人代替啦。咁機械人用電噶嘛，所以電咧 EV 車只不過係第一步啫。將來咧就係、是、會係嗰架車還掂都 EV 咗，不如揸埋佢啦。揸車呢個 part 咧就唔使用人啦，所以你會見到有啲國家就已經係開始進入緊呢樣嘢，而家已經進入緊噶啦，就係佢會控制得相當好。咁而 AI 咧需要食啲乜嘢嘢咧？嗱，我哋講人如果食咗蝦米自己整就好健康啦。但 AI 都要吃啲嘢喎，而 AI 越吃得多，佢就越犀利。好 ，AI 要吃啲乜嘢咧？我哋呢度賣個關子先，我哋去一去廣告，陣間翻嚟話俾大家聽 ，AI 需要吃啲乜嘢啊？呢下犀利啦！時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島中文電台，你現正收聽嘅係星島中文電台粵語台。俾家人幸福美味，都唔好忘记俾自己健康冇油烟味。硬化涡轮变频抽油烟机，创新嘅变频科技，油烟瞬间秒杀，抽晒油烟味，剩低幸福味。电话510-268-1188。理想生活要多点颜色，无论任何颜色、材料、价格，红莲都可以帮你。顾客可浏览我哋嘅网站densihomedecor.com， 预约喺店内或网上体验属于你嘅免费 3D 厨房设计服务，再配埋我哋代理各国名牌厨房浴室家居产品，舒适生活由此起。欢迎光临屋邻，南沙磐市 Santa Clara 湾区四间分店，专业团队为你服务。红莲家居建材，为美满家居添色彩。由美西百和会馆、美国中药联商会、新加坡、香港驻三藩市经济贸易办事处、广东百和会馆联手主办粤港美名伶闺秀大汇演，即将在三藩市湾区震撼上演，汇集香港粤剧青年精英演员和美国湾区本地粤剧名伶，携手打造年度粤剧文化盛事，票价由$38到$108不等，今年3月15日至17日，三藩市大明星戏院，好戏连场，不用错过。查询热线415-989-7111，415-989-7111。
喺劣质资讯充斥网络嘅世代，我哋坚持理性与客观。有你嘅热心赞助，可保证我哋嘅持续运作。欢迎你成为星电视会员，或者请我哋饮杯茶。buymecoffee.com/singtaousa。只要你成为会员，即可参与每月一次嘅会员线上聚会。我提出问题，与梁总同其他时事评论员一起讨论。赞助$180即可成为会员，送你星岛中文电台新海珍装饰及星岛限量版纪念 polo shirt 一件。赞助$100或以上，即可得到一份星岛特别订制嘅精致实用小礼品。一杯茶，一世情。buymecoffee.com/singtaousa。SBB 系属于大家嘅平台。加二片角。精彩每分，交通灯号转换城市节奏，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好，在4:40的时候回到今天第三节的健康大数据，我们继续有请赵博士。赵博士， AI 要懂什么？哇， Rainy 这个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的听众听到，我分分钟我听晚的访问未必讲到 AI 吃什么，我尽量如果记得，或者个 host 想讲他吃什么，但 AI 呢是自己吃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资讯。他要吃呢很多 data，有越多越好，而且越不同的越好，它越錯得多它就越是不會不錯的。就是好像AI 已經可以認到一個人的面型啦，然後它會看到你開心不開心，你有什麼感覺，甚至你擺個什麼位置都會可以看到你，譬如 poker 裡面呢玩牌呢，你會將來 會做些什麼事呢，凡你有某些什麼動作可以 match 到你個人那個動作是怎樣的，甚至犀利到咧，係嗰只係雞蛋定或係鴨蛋咧，都可以分別到嘅。用 AI 當個相機，即係個 video camera 影落去嘅時候咧，可以測試到係雞蛋定鴨蛋。好啦，咁然後仲再犀利啲咧，就係邊一隻雞生咗邊一隻蛋都可以對得翻嘅。即係呢啲就係數據咯。咁如果一個人著住件西裝嘅，而 AI 淨係認識黑色嘅。咁黑色或者白色，跟住你著咗灰色嘅，佢錯咗，佢話係黑色，你話唔係，嗰個係灰色，你咪校識咗佢咯。所以 AI 係靠資訊啦，越多資訊咧就會越校識佢某啲嘢。咁佢學曬嗰啲嘢出嚟咧，佢就好熟噶啦，熟過任何一個人咧可以睇到樣嘢。譬如 X 光片啊，佢可以睇到就係、是，咦似咗，當佢睇得夠多數據，譬如10,000個數據、100,000個數據咧，咁佢就會知道曬。那些情況是怎樣，他沒有創造能力的，所以他變成只可以告訴你那個情形是怎樣的，但是人呢就有創造能力，人可以變很多東西。那究竟將來的世界會是怎樣呢？這個就很有趣了。首先要講一下，在這個這麼多 AI 的世界來緊，還要即當然很多人很著重，見到我就無端白事加上 AI 落自己的 data 大數據，跟著呢就一直這樣講，我就說我看到一樣東西，有些事情是 AI 永遠做不到，譬如家裡教育的，那已經是不同了。因為家裡教育就是說你想教一些不同的事情，還有就是如果是有 crisis 的 management 呢，它少了很多，因為 AI 不懂得 crisis management 的。還有就是有人陪你呢， elderly companion， 就是陪著你去想。AI 亦都唔可以做 CEO 嘅，哇 ！CEO 要幫間公司起死回生，而嗰啲問題咧多得好緊要，佢冇得試100,000種唔同嘅方法，因為間公司得幾種嘢要試，跟住就冇時間噶。所以啲好急嘅嘢，需要好多 creativity 同埋需要呢啲神手嘅嘢咧 ，AI 就做唔到啦。啊，甚至 wedding planner 都做唔到，因為咧。哇！每個人的婚姻都好多嘢發生緊噶嘛，咁佢好需要有個人幫你。哇！呢樣搞掂唔得，呢樣嘢而家即刻要有人嚟整。佢淨係可以 repetitive， 佢唔可以做一啲即係新創嘅嘢。但係 AI 係食 data 嘅，所以咧邊一啲國家越多人
同埋越多人願意俾多啲 data 佢啦，啲數據佢啦，佢就可以做到好犀利嘅。咁點解我攞咗 AI 嚟擺落去啊研究啊，睇嗰啲健康嗰啲？因為已經有好多數據啦嘛，食物啦已經有好多數據啦，食物好多數據嘅喎。因為你諗下，如果冇數據咧，我哋就唔可以整咁多唔同嘅品種嘅食物啦。但係好多食物唔睇健康噶嘛，但係健康係好多數據啊嘛。所以如果你攞曬兩個數據現成已經有啦，撈埋佢一齊咧，分分鐘整隻蝦米，整個貝殼嘅江瑤柱，整完之後嗰啲汁咧都可以啊問啦，測試啦，究竟有冇汁醬調落去啲嘢裏邊係會令啲嘢深色咗，但係係健康嘅。嗱，一睇深色咧，就係豉油啊嘛，豉油、蠔油、老抽就可以調色啲令你深色咗嘅，但係就有用黃豆做嘅，所以唔健康。咁如果你 X 咗個黃豆，跟住話啊有啲乜嘢可以咧？有張英文叫 blackstrap molasses。blackstrap 係乜嘢咧？就喺啲黑糖裏邊咧提煉，即係整緊糖嗰陣時咧就提煉咗啲黑色嗰啲 molasses 咧喺嗰度做出嚟嘅。咁就可以整到佢好正噶啦，因為擺少少落去咧，哇！直情好似落咗老抽咁喎，但係咧啊，可以令到佢好好味，好啲顏色好正，好啱睇。嗯 ，OK。咁啊，如果佢出嚟個顏色係好深色嘅話嚇，通常我哋會將佢同邊一類嘅嗱煲湯係唔啱噶啦，嚇。煲湯唔啱，但係譬如你有啲嘢，譬如你嗰陣時整啲牛筋啊，整一啲嘢，你就發覺哇，係啦，即係紅燒嘅嗰種，係啦，要上啲色用嘅嗰種，係啦，你或者整啲鴨翼嘅，啲鴨翼你想佢咧深色啲，唔想佢白潺潺嘅，咁啊加啲嘢落去，係啦，滷水啦，係啦，咁即係話哇，原來呢啲嘢可以做到，我哋唔使攞，因為有啲係化學物料都可以令佢有色素噶嘛，黑色色素、深色色素，但係我哋原來可以用啲咁嘅嘢，但係 AI 本身你唔識噶嘛，佢唔識得，我問佢話啊，整啲老水鴨，但係健康老水鴨，佢唔識得咁樣創造，但係你可以塞入裏邊話，我要啲顏色係咁嘅，而我要佢健康嘅，咁其實 blackstrap molasses 有啲乜嘢咁健康？佢鐵質豐富，哇！佢鐵質豐富啊，咁變咗咧食咗落去咧，啊又可以令到個人暖，同一時間又鐵質，咁就咁，同埋佢係比其他啲糖分咧整落去，因為佢唔係為咗落甜啊，佢落咗佢個色素，但係佢有少少帶甜，但係佢個 complexity 即係叫做我哋有時中意食啲嘢咧係有啲好似熬咗好耐嘅感覺咧 ，blackstrap molasses 有呢個咁嘅感覺啦，落少少就得噶啦，咁你就加翻啲糖去咧，你就變咗唔同你直接加糖係冇乜味噶嘛。嗱，另外一樣嘢咧加落去咧，一啲整湯嘅時候咧，整啲汁醬又係好正嘅嘢咧。就係、是、番茄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黃芽白啦。嗱，番茄咧係意大利啊、歐洲會用嘅，歐洲冇用過黃芽白嘅喎。而東方咧就真係近排先至接觸番茄，但係不嬲以前咧，譬如韓國咁啦，佢唔會用番茄嚟整啊 kimchi 噶嘛，佢會整或者如果用佢個講就 kimchi 啊嘛，唔會嘅，因為佢用黃芽白，因為黃芽白泡菜咧係有個。叫做烏媽咪味，食落去咧，啊唔知啊啲滾完啲湯啊，整啲用咗黃芽白咧，係有陣好特別嘅，將啲鹽分啱啱好咧，就好過落味精添嘅。呢個係好特別嘅。OK。好，唔該曬趙博士啊，我哋稍事休息陣，轉頭翻嚟最後一節，再聽聽趙博士繼續同我哋介紹。欣欣傑。合泰兴建材 Liberty Home Supply 新增各款名牌门窗、建筑玻璃、橱柜石材、瓷砖地板、卫浴五金，各种装修材料应有尽有。合泰兴产品价格超平，七天营业，我哋竭尽所能提供全天候服务，务求令你家居焕然一新，价值大升。合泰兴建材 Liberty Home Supply 喺三藩市2300号 Caesar Chavez Street， 并精选大量特价产品，手快有，手慢冇。查询电话415-642-6288，415-642-6288。建材精英合泰兴，潇洒走。
走了回40多年經驗，帶大家遨遊天下，聲音策劃深度遊，俾大家玩得開心又清新。五月推出西安兵馬俑沿岸、湖口瀑布、山西運城、中國鹽湖、洛陽龍門石窟、嵩山少林欣賞少林武術表演、開封享受中山富乳鴿、佛山養生功夫湯宴、順德台大魚美食，團費4499。春節期間2月19日前報名參團，優惠減200，團費包國際機票、五星級酒店、每日三餐、門票及旅遊保險，冇自費項目。報名聯絡建文旅行社4153918981，或前往華埠658號 Jackson 街。三藩市車房門服務荃灣區，有15年專業經驗，專門安裝維修各類新舊車房門同馬達，快捷穩妥，有許可牌照。本月起任何惠顧即享夏季九折優惠，電話415-933-7173。金龙银龙福龙都，龙年财源滚滚来。星岛日报农历新年订报优惠，新订或续订星岛日报2年送999镀金招财金龙一座。新年特别优惠到2月29日，马上致电发行部6508088866，短信6508228187，或者亲临三藩市唐人街华埠访客中心。如果你是一个购物达人，对品牌折扣和促销活动有着无穷的热情，你有着流利的中英文能力，能够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写出吸引人的内容，你又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和粉丝互动，并用你的创意和幽默感吸引更多的关注，你想要加入一个专注于全美华人的网上平台，和万千读者分享你的发现和心得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你就是我们需要找的网站内容编辑。如果对这个职位有兴趣的朋友，请立即将你的个人简历和作品发送至 hr@singtaousa.com。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好，翻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我哋嘅健康大数据，继续听我哋赵博士同我哋讲讲吓呢个我哋 AI 嘅食物啊，佢需要好多嘅 data， 需要好多嘅数据，佢冇办法代替我哋思考，佢可以将一啲答案不知疲倦咁俾到我哋啊。与此同时，佢仲需要啲乜嘢，赵博士？他需要我們呢那個創造呢，去讓他知道，他不懂得創造，但是如果加上人下去裡面呢，是會創造一些新東西，他又會拿回那些資訊，又令到自己再提升，就越來越好了。其中一件事呢，就是我們華人有句說話呢，是叫做一眼關七，是不是？聽過這句，一眼關七可以見到耳聽六路，眼觀八方啊！係啦，係啦。咁你諗下，如果我哋由煮嘢，再加洗頭、身體、皮膚，又想靚嘅，其實麥皮咧，嗱麥皮咧，如果你煮咗佢之後咧，啊用啲特別嘅方法嚟煮佢啦，咁就會整到一個好特別嘅成分出嚟，叫 colloidal oatmeal， 係一種特別嘅麥皮嘅提煉啊，都係一種煮出發出嚟。如果你煮的過程是用了蒸馏水來做呢，蒸馏水來煮的麥皮呢，跟住然後加一些特別的成分下去，叫做 soapberry。 這隻果呢，在世上呢是自己會出譜的，是一種番簡 的果來的。那就如果你撈埋它呢，就變成了今時今日香港的洗頭水了。我就弄了一個洗頭水出來，用 AI 來做出來呢，是用 soapberry 一個 soap 一個 berry 一個果會製造好似番簡泡咁啦，加埋個麥皮，但係個麥皮 colloidal oatmeal 咧，特別嘅麥皮咧，就會可以針對呢個濕疹嘅。咁你話點解呢個嘢之前唔存在，但係單方面咧每一個成分係存嘅咧，就係因為係有 existing 咧，就係因為佢。世上有人用過，不過從來沒有撈埋它來做一樣東西出來。那洗了頭出來，那些人呢回到來告訴我，這些就放在 AI 的數據，就說你洗完頭啜啜聲，哇啜啜聲，啜啜聲就去了頭油啦。但是呢，他說不洗下這個護髮素，那即是不是去了頭油啦，原來是去了一些東西，令你感覺是啜啜聲，但是不去頭油的。
咁呢、這個你咪喂翻俾個 AI 嘅 AI 咪識咯，咁個 AI 會彈翻過嚟，就會話：你洗眼鏡得唔得啊？咁佢唔知嘅喎，因為佢冇答案嘅喎，佢冇創造能力噶嘛。咁我哋要試，佢未試過，佢未試過啦。佢唔係廟街睇相嗰啲話會發生啲咩嘢，佢淨係可以話俾你聽冇答案。咁你去試嘅喎，試咗之後，咦原來洗眼鏡得嘅喎，去曬啲眼油啊。哦，原來去眼嘅油同埋面油啊得，但係咧就唔會去到你要擺翻啲嘢落去裏邊，冇咁削嘅，唔去到咁削嘅。俾翻個 AI 知道，個 AI 而家咪又叻咗咯。所以 AI 咧，如果用得啱嘅，將來人用 AI 咧 ，AI 咪可以再幫多啲人。當然啦，如果人用 AI 嚟做啲唔好嘅嘢，咁 AI 亦都會變成一個壞嘅嘢咯。係啦，呢個將來呢樣嘢咧就把雙刃劍嚟㗎。冇錯，睇下落喺邊個手度啦。係啦。落在一個啱嘅人選嘅手，譬如落在政府手上咧，你就要睇下係邊一個政府佢想點啦，係咪？佢係咪其實所有政府都係想係人做嘅啫？咁但係佢就想又想啲人啊，啲人乖乖地啊做佢嘅嘢。咁你覺得咁樣係咪啱你咧？咁就唔同嘅政府、唔同嘅機構、唔同嘅公司、唔同嘅人。都可以用 AI， 將來要用 AI 咧，甚至用機械人嚟做佢要做嘅嘢啦。唉，呢一日咧就出之到咗啦。咁舊陣時細細個嗰陣時睇卡通片啊，即係話呢個嘅機械人啊，可以點樣幫到我哋點樣做嘢啊？呢一日咧出之都係無可阻擋咁就咁出現咗喺我哋面前啦。咁啊都話啦，之前嚇雙刃劍嚟嘅，落喺醫生手度咧就醫病救人。落喺啲歹徒手度咧，就嚇呢個遺禍人間。冇錯，落喺一個人想打劫銀行嗰度手上啦，佢打劫嘅方法都會唔同啲喎。譬如落喺 marketing 嘅手上啦，佢就會知道點樣可以令到你，哦，原來之前咁樣落廣告你冇反應啊，再喺呢個手提電話落多幾次。跟住然之後，你而家有冇反應？啊，有反應！原來你中意你嗰個人中意鹹濕嘢嘅，擺多啲鹹濕嘅廣告，可能咁樣有啲反應。所以 marketing 加咗 AI 係可以好厲害嘅嘢嚟嘅。嗯，好，唔該曬趙博士嘅，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祝你聽日嗰個大型嘅 interview 又成功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大氣電波當中再見啦嘛。好啊，下個禮拜見。OK， 拜拜，趙博士，拜拜。拜拜。华美会计拥有32年经验同几千个客户嘅信赖，我哋嘅专业服务一定会令。